这里是极客电音总决赛冲刺夜，今天的主题是跨界 fit。 我选择出战的第一组是制作人 Zinano 和主演嘉宾欧阳娜娜。我将派出的是齐艺彤跟董子龙，我们的齐德董。他要 fit 的这位老师呢，他是一位二次元的歌姬，叫做圈九。我要派出我这组非常优秀的制作人薛伯特，与他 fit 的是全能正能量偶像范丞丞。所有 Snado 的风格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应该是体现的淋漓尽致，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。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，会不会有一点摩擦？他们两个已经孤独多长时间了，能来个女孩居然有分歧是不可能的，开心都开心了一星期了都已经啊。你好好想想，反正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出彩的迹象。I'm here, never die, yeah.